他让大聊以后，这个看看这个，坚决保证四百米到五百米。啊，就这个东西。啊，对对，两个都是嘛。啊。大概一样，可以了。嗯。他是二位主播，这个先卖是吧？这个先关着。然后你看。别去那了，很不专业。啥东西是五四零吗？就是这四零。刚才老有那个设备就是要管的，你让它自动升到60，来回水压。装什么？刚才有三次。你怎么？